这个就是我刚刚买的一个显示器，32寸的，4K，这个 HDR 是600，面板是 LG 的，那个是 R2 的一个 SSAE 的一个显示器的型号，当然这个是代工的，不是面板是 LG 的啊，我就主要看中是个面板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把它装上去看看，刚刚收到货，点将没问题了。而且边呢是一个拉丝的金属边做这样一个挂壁，这个是 DS90 的一个挂壁来的。这个片段呢，就是 HDR 的视频，但是从网络上面放出来的。大家对比一下颜色，这两个显示器的颜色基本上是很接近了。参考一下颜色，这两个显示器的颜色，颜色基本上都是比较准确的啊，两个颜色都显示的差不多一模一样。但是你看一下黑色的地方啊，背景是黑色的时候呢，LG 的显示颜色就有点发灰的了。MacBook Pro 的颜色基本上黑色就是很纯的那种黑色，这个时候就比较明显。我们把灯关掉以后，再看看效果。这个时候就很明显了，就是黑场的背景黑色，那个 LG 的显示器就有点漏光发白了，四个角比较明显。但颜色呢还是 OK 的，因为 MacBook Pro 呢它有一个自适应的颜色，因为当我关灯以后呢，它的亮度就会相应的调低了一点。但是颜色呢，两个显示器差不多是一样的了，只是亮度会暗一点。OK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LG 的一个组装的显示器的效果，希望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我这个显示器不是买的原装的，这个是他们组装的，但是它面板呢是 LG 的面板，NMC 的面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，有什么样的，反正它的成色基本上可以还原到我的那个 MacBook Pro 的一个颜色。基本上没什么区别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说是做设计啊，做照片处理啊，还是做视频剪辑啊，我觉得这个显示器呢，差不多是够用的，对，基本上够用的，跟 MacBook 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。